发现真相来短暂，一瞬间发现。
所以后向呢，看到一首歌，佮交即个人画图的迄个姓氏吼，对阿婴仔出世，阿甲阿妈病干吼，传来无阿妈甲拄仔伊照起来，即病干吼，即拢白忙呢。诶，时间有够紧诶，会记即，迄阵佮咧读册，啊，佮是租囡仔，阿奶一直来一直来，哇，搞了有够紧，所以时间敢会饱啊？哎，他拄仔会知咱老老师讲诶，哪过一年了后，是过一回还减一回？真正是减一回啊！本来咱若要食到90岁，结果呢，愈来一冬，就已经减去啊！所以这时间真正是无限诶宝贵。那么伫去年呢，咱就推动了这个啥物？这个。开放保护种，放保护种，开放保护种，咱推动了真好。咱推动了真好呢，希望这人，咱会当安怎，家鼓励互伊出来，安尼对伊较有帮助呢。啊，若无时间，家种一粒个种子伫个遐，要等到因缘生熟，唔知要偌久。如果呢，咱若是有把这新的道种家己抓出来，就是亲像安怎，伊去予一寡土，去予石头、杂草，家己堆伫这粒种子的下面，咱家己背予伊开，帮助伊生长发芽呢。如果若是无去家己叫出来生存，那安尼这杂草啦、土啦、这石头甲这粒种子堆伫个下面。等下，伊会当发芽的生长是足久的呢。有当时啊呢，一世人的姻缘是敢种着就种尔，并无有生根，也并无有发芽成长的机会哦。哦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咱科学哦，就来先叫咱看哦，再来看一下，讲起来是很短的一个小故事。但是呢，一年看比一年看，搁较有真深的体会。我相信呢，咱大家拢总会当吼，搁、有搁较好的体会。那么呢，咱先来看，这个吼，伊这篇的故事呢，就是咧甲咱讲交菩萨在对话。交菩萨咧对话呢，也就是讲，吼、伊透过这个故事，要予咱去了解讲，啊，到底咱的心到底是啥物情景？哦，伊讲，哦，讲到就来讲，有一个人，伊拄啊好比伫迄个屋檐，迄阴天卡就对啦。咱会记咱大汉细汉，若看到迄有钱人，因的阴天卡是足大个。啊，若像咱大汉细汉的时，家庭较贫困，阮的平米较着，敢若差不多迄个三尺的尔。哦，咱应该大家拢知影嘛吼。所以呢，就是讲有一个人，伊拄啊好在落雨，啊米伫人的平米脚，啊嘛米伫人的平米脚呢，伊突然间看到观世音菩萨举一支雨伞行过来。如果若是咱会安怎？若看到伊伫遐米雨啊，啊雨落遮大，啊拄啊看一个。朋友就好啊，莫讲观世音菩萨。你讲来讲，来，招弟一个，度我转来一个，敢会？会吗？这是人之常情。所以呢，伊就是看到这观世音菩萨举一支雨伞行过，伊就足感激。甲伊讲，若讲普度众生的观世音菩萨啦，你敢会当度我倒转来？哦，伊就安尼甲伊问咯。这个时阵，请问？菩萨来怎解回应？菩萨讲：啊，你伫个阴天卡内底，啊，我伫这个雨中，啊，阴天卡也无雨，阴天卡敢会啊着雨？就是因为无啊着雨啊，所以吼，伊讲阴天卡也无雨，啊，哪有需要我甲你倒转去？你要坐车，敢爱走出来？要来比人个雨伞，敢爱走出来？哎呀吼，所以呢，伊甲咱讲讲。啊！你伫阴天脚也无好啊，较有需要我度你。啊，这个人听到尔，啊，赶紧伫阴天脚就撞出来。啊，若撞出
伊就撞出来。那么呢，伊就走来到这个埕里，这个河里的这个埕里。吼、哦，那么呢，现在呢，我已经伫这个河中啊，啊，你敢会当带我回来？这个人就安尼问观世音菩萨咯，我已经走出来伫这个河中啊，那安尼你敢会当带我回来？各位姐妹在听，菩萨在甲伊讲哦。伊讲你伫河中，我嘛伫河中，即句话足重要，听好哦。你伫因河中恁，我嘛伫真河中恁哦。啊，你去学河啊，我无去学河啊，是差伫底？差伫底？你有河，我有河水，你无河水，所以你才会去学河啊。啊，若安尼，你是爱去找啥物？找一支火，这个意思呢，也就是咧甲伊讲，伫风尘内底，劫数遮尼济，要如何超脱生死轮回？爱去找着真正，安怎有法度通互咱超脱生死轮回这个方法条件？那么今仔日在座，遮尼济的菩萨呢？是不是大家拢求着宝贵的大道啊？敢是？你若无求着宝贵的大道，如果若无想要超脱生死轮回，咱敢会甘愿来坐一载啊，坐到腰酸背痛？敢会？啊，人今仔日买牌市啊场吼，嘛拢出老热的啊，我敢会要放弃着去踅街的这个机会，啊，走来坐到这？因为咱大家拢知影。我求着宝贵的大道了后，就是希望会当改变命运，希望会当超脱生死轮回。所以咱才着安怎发起充满来坐伫遮听讲师咧甲咱说法。哦，那么呢，甲你讲，啊，就是因为你无早线命，所以你应该是爱去找线。那么咱今仔日这个线，就亲像倒。道在咱的自心当中，但是呢，咱若无来求道的时阵，咱是唔知影。所以是透过咱求到宝贵的大道了后，咱才知影讲咱自心有道。会怎讲说啊？敢是安尼甲咱讲？自心有道，但是要安怎做出来，较有法度通去使咱安怎真正会当功过圆满，阿爸会当等伊到。咱来的迄个所在，哦，这才是重要哦。所以呢，伊才来讲，可见是线咧多我，你无线，你应该爱去找一支线，唔是我多你，哦。所以呢，才来讲，若是无清楚的时阵，就爱有人甲咱引导。既然咱已经知影道的宝贵啊，师父引进门。修行就看咱个人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呢，哦，这个菩萨讲完了后，伊就消失无踪啊。那么过一段时间了后呢，哦，经过一段时间，这个人呢，拄着困难。咱人个呢，在正常个生活当中，不管身体健康啦、事业啦，还是家庭，会去拄着困难呢？啊，迄个时阵有当时啊，咱心会作作个呗，会。一定会作作的，啊会想讲，啊无来庙里拜拜，吼、哦，拜一下神明的，看会当互神明甲咱斗保庇的，敢是拢会有这个想法？是，所以这个人同款哦，经过一段时间了后，伊拄着困难，所以伊就去到庙寺呢，要拜这个观世音菩萨。但是当伊入庙的时阵，哎，伊发现一个人同款跪伫遐拜。这个人是伊进前拄到的迄个观世音菩萨哦，啊，伊就想啊足奇怪，啊，这个人跟以前所看到迄个观世音菩萨啊，生甲一模一样啊，哦，伊会好奇甲伊问嘛，伊讲你敢是观世音菩萨？菩萨甲伊讲，甲伊回答讲，正是，我正是观世音。这个人会更奇怪，为什么你都？观世音菩萨啊，是安怎你家己咧拜家己？来，这句话是足重要的哦。请问，咱家己个是观世音菩萨啦，咱家己得福啦，为什么你要搁拜你家己？
观世音菩萨是安尼，吼，安尼来的。但是呢，伫个遮咱好好先请教啦，这个是啥物？命。这个命若是该拆互伊开的时阵，是毋是一个人？下面是啥？好，依靠所。所以咱若是无合着咧一个人，最起码应该红烧香爱会晓烧。为什么？咱古早人，我会记咱互我细汉的时阵，阿嬷拢讲一句话，迄囡仔吼无礼貌的时阵，拢讲啊，迄某咪爸啊，还是某咪即讲啊，你无叫，爱囡仔会拢拽着就走了。阿嬷拢会讲啥？无礼无数。但是啊，无礼无数，迄个数，就是咧讲即句哦。数学的数，这个数嘛是叫做算，数一数，吼、哦，算一算，这个数就是在讲安尼哦。所以甲咱讲啥，无礼无数，就是讲无礼无算数，无礼无算数哦。所以咱既然求了宝贵的大德，希望咱大家拢会当最起码长时间。人家咪哦，爱会晓拜，为什么会讲爱会晓拜？会知影咱江苏是毋是甲你讲？咱的现出时上重要啊，爱修这个五轮八正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来到这世间上，咱本来就是凭着八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正来出世，所以咱的寿命。那咧想看几两命，咱若圆多多、光足足的命格是八两命，是八两命。但是真诶人拢像什么几两？咱敢有算过？拢像诶，若有四两以上诶吼，就算了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讲咱来即个世间轮回五六万年啊。一世人来的时阵，香的一束啊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。一世人来，你香的一束啊，一世人再来，佫香的一束啊。所以，予光多多、圆足足的八两命，香伊甲真个囡仔呢，袂出世拢剩三两一、三两二。啊，这香伊足济啊呢？啊，为甚物爱拜？依靠，因为你会香伊遐济。真有可能就是有一寡安怎？人阿遐上遐先生咧算讲，若无到二两银嘞，就无资格人出世做人安尼。二两银是乞食命嘞，啊若无资格人出世做人，伊就有一寡魂魄是走对前生去，走对前生去啊。啊若安尼，咱咧拜是咧拜啥？拜咱诸葛过去世。有一寡魂去予伊走对前生去，诸葛去江南拄仔好有去予抬去，伊爱归位无？伊个魂魄爱归位无？爱归位个，啊若无是安怎，咱个心灵才会讲，哎呀，心灵爱迄、那个哦，爱归位，也着是讲，咱若有拜，着、就是去江南拄仔好有去予人抬去个迄个前生。伊迄个第几魂，还是第几魄，起咧转来，会当转来，予咱个啥？咱个自性佛咯，会当愈圆满呢？会当愈圆满呢？啊，若无拜呢，伊毋知影通去归位，放弃就放弃啊！啊，无咱咧修持咧修安怎？放弃就放弃啊！啊，你若放弃足济，敢有法度通去成仙？莫讲成仙，敢有法度拢转去？因为人本来是光多多、圆足足、无离的灵性，啊，你已经放去遐尼济去啊，无够圆满，敢我怎转去？困难，只是予你转去，你坐袂住。你看人的年岁拢真在贵，甲真大钱，结果咱的年岁是无家的压水，一直要延去啊。你会得？你敢会想要住遐？准无准？你去了房请？人逐块都拢坐到甜啊，已经真正超无位啊！你落尾去，
去的时阵，超多位人坐，你会足歹坐袂？好吧，去赶紧无恁坐，我拄只车撞一滴啊，安尼，伊就走。伊会搁落来哦，敢是安尼？咱互我安尼，比如是要互咱搁听较清楚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既然你是观世音菩萨，为什么你要拜你家己？因为观世音菩萨知影，拜的是一种形式。伊吼，观世音菩萨讲，我交你同款啊，我嘛去拄着困难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最起码伊知影讲，要求他人不如求自己。咱若要有代志，要去拜托别人，要去求人，是毋是？着爱看人个面相，着爱看人个心情，敢有遐好求？无遐尼好求。所以呢，吼、哦，讲我嘛是会拄着困难啊。啊，我知影呢，要求他人不如求自己。所以咱今仔日来修行学道，求道来听道理，也着是要互咱更加清楚。我未来的路，我爱安怎家己想，家己去行，亲像一条山路，一条山路若拢无啥人行过的路，是毋是杂草足侪？啊，若要好行，是毋是着爱安怎？这杂草爱家己处理掉啊，较会好行路啊。所以咱古早人，咱佛学有一个阿姐吼，三姐发的经啊，因吼。管理上，我是一间学校的校长退休的。结果，因妈妈吼，初一十多人去庙里拜拜，无咧求讲因囝着爱护伊安怎，事业会当发展，拄着贵人来提拔，啊，着爱互伊赚大钱。没有，伊去到庙时拜拜拢无啥，无求一个好生，无嘛求一个好死。哎，活到九十几岁。要走真正是当食食的，安尼头着到位啊！安尼有好行无？好行。所以呢，这条路若要好行，爱靠咱在世的时阵，这条路爱去安怎去家己整理。啊，整理就是亲像咱咧世俗咧讲的修行，修正咱家己的行为、思想、观念。所以才会甲咱讲安那，知行爱合一，安尼尔。所以观世音菩萨讲，求人不如求自己啦。所以呢，吼、哦，伊讲天边海角游遍尽，唯有金钱不求人。咱互我常咧笑讲，赚三万块的人，有钱通好存；赚五万块的人，无钱通存。等到拄着代志的时阵，这个赚五万的来咧甲赚三万的讲拜托。有无？看有这个？看太济啊！真正是看太济啊！所以呢，趁当伊趁有钱的时阵，安怎？阿妈婆要出去啦，祖母要出去，穿的都是夫妻装，啊，迄个祖母装，拢穿小格的，迄个行就对啦，名牌拢穿贵的。啊，结果呢，等到有代志的时阵，伊是无存钱。伊是爱来甲这个三万块的领薪水的人，只有讲来你来累我一下。所以呢，伊甲咱讲安怎？伊讲吼，唯有勤俭不求人。哦，求人亲像咧吞三寸剑。哦，客人亲像要上九顶天，有困难无？要上九重天敢有困难？足困难。所以万难代志呢？咱来靠咱家己，对，要如何做起，靠咱家己，哦，靠咱家己。过来呢，接着伊阁甲伊讲哦，但总是啊，阁有一挂人呢，执着伫这个神通，哦，执着伫这个神通妙用。咱若有好啊看过咱世尊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吼，伊是一个太子。去修行，那么其中伊迄阵呢，已经体悟到这个道啊，吼、哦、大自然的法则啦。伊其中有一个弟子，苏永神通，苏永神通。结果呢，大家呢，遐看到伊点用神通的人，哇，这个法则无边，加工呢，带一
叫做咱世尊释迦牟尼佛，从此禁止点现神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点现神通，人崇拜、人看到的是咧学习的安怎顺流动静，这个神通是咧崇拜你这个个人，并不是看到多宇宙的这个真尊位，并不是。所以会安怎放弃着正路？伊毋知影通好好修行学道，神通邪术，这拢毋是咱有法度达到究竟。所以呢，伊看到遐尼侪人要去拜这个伊的地主做师傅，叫伊来教伊神通，伊予伊一次的机会，正式宣布，以后出去若要用着伊的地主的名义出门，不准点现神通。这是一种真严格的教导。伊讲如果若无，伊就要必逐出伊的门下。所以呢，伊甲咱讲讲，有一寡人接触着神通妙用，以为讲会当靠着佛的这个力量呢，来消除一切你的苦根啊，你的苦业啊，还是一切的身体健康不如意。你以为讲会当克服的力量，所以呢，如果咱若无破除这的这个观念，咱到尾会安怎？啊，我叫你去拜拜，身体嘛是无较好；我叫你去拜拜，阮囝嘛无上班，头路人要升官，结果伊嘛升无着。叫你拜迄无效，人迄吼有对一个心灵，讲我外心安怎？伊就会阁佛执，即个骗人去。所以呢，伊来讲，咱袂使靠着佛的即个力量，想要来消除你一切的即个业障啊，你即个苦报啦，还是种种一切无如意。伊讲，伊毋知影呢，学佛的人毋是要求佛啊，学佛毋是要求佛，学佛是要求自己。像咱下早，咱王教授讲的，爱护咱的道，以身示现，就是讲，你做一个，互人看会着讲，你是一个真标准的修行者，你的行为，你的一切，拢真合标准，吼。所以是爱去学这个佛的这个啥，伊的一切，毋是要叫佛吼。把咱改变命运，命运是爱家己改变，因为你有做，自然就会改变。咱好汉吼，最近时常看到这个啥，咱若有有看到这个，叫做啥？太极。大厅呀，围大厅呀。来，为什么伫乌龟这边会搞一个白色的一点？围大厅呀。有人会当甲我解释一下？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啊？本事，这个就是讲，各看安怎，咱的本性，就是随伫咱的心灵啊。那本性无伫个，这个就是一个身体尔。但是呐，以咱这个凡俗在讲的，就是叫做九死一生，有无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伊一定嘞。你的生活偌困苦，你的过程偌艰苦，只要你有心想要安怎改变，伊会甲咱。留了遗产啊，甲你留一个生路，所以才叫做九死一生。啊，若是伫这个光明的一面的时阵呢，光明的一面，这个白的一面，是安怎来甲你留一个污点？这意思嘛是咧甲咱讲，
这条路咱若要行，唔通功亏一篑。
经，华严经内底呢，吼、哦，有甲咱讲着一句话，伊讲菩萨清凉月，香油庇净空，众生心故净，菩提现影现中。其实这句伫华严经内底吼，时常出现。哦，那么呢，咱佛法哦，有唔怕的所在，我去请教，请教看。客户咧看经书的，因到底吼、哦、有够的，因有咧看经书的，到底因对这句话的体会是啥物？结果有法感觉讲，这个人虽然唔是伫咱道中，但是人伊经书看太济，毕竟嘛是有所体悟。伊甲咱讲吼，这个有另外一句话讲叫叫做“千江流水千江泪”。万里无云万里天，吼、哦，同款就啊，同款这个意思。伊讲菩萨的心，就是亲像安那皎洁的明月，伊将菩萨的心来当作是一个月，七十波，十粒，迄个月是不是像圆像水？吼、哦，那么呢，真妙啊！在我伫这个虚空当中，菩萨敢有固定讲伊伫遮，就伫遮？咱的观世菩萨啊，咱的这五老师，伊毋是伫这个虚空当中，敢有一定互你掠来坐伫遮？啊，若堪要坐倒遮，大家嘛，吼、哦，伊都无自由啊，对无？伊嘛无法当去做足侪伊想要做的代志。所以呢，甲你讲咱啊，虚空之中悠悠伫虚空之中，啊，众生呢要如何交咱这菩萨的感应有交流？众生就是咱兄弟姊妹，要安怎交这个佛菩萨的心，会当去交流，会当去感应着？有的人感应真好，有的人吼，咱无法讲一个实际。我有一个同学，啊，伊吼，拢是有困难的时阵，我会去求签。但是伊刚和我讲，吼、哦、姐，我若看你咧求签吼，安尼三下八下就定定，是安怎我规架脚麻手？安尼一支枪抽袂出来，我讲如果你若抽三支过，佫抽袂出来，请你唔通抽，因为你的心太乱，吼、哦。我菩萨嘛唔知你真正的意思是啥物，感应袂来，佫互你抽到迄支枪也无一定是正确的，吼、哦。即互我甲咱讲安尼吼，如果真正有代志要去请示，拜托先互伊清净落来，想好你今仔日是单独。主要是要请教啥货，安尼就好啊，不要有所求，卖有所求。我有一个朋友吼，常咧笑伊妈妈，伊妈妈九十几岁，啊以前还佫会行的时阵，时常去庙寺吼，啊伊讲会讲，啊落去开200块，啊跪伫遐求妈祖吼，求迄个像3000万至5000万做袂到的代志，啊妈祖若甲伊接受起来吼，就变贿赂啊。哦，伊就安尼笑啊！伊讲因老母吼，安尼捡来摕200去买一把宝金，啊换一滴啊剩下来水果，安尼去拜拜，啊跪伫遐求少半点外钟。伊讲我甲听听的，伊求的遐吼，搁3000万都无法度完成。哦，啊这吼、哦、真正是有够，吼、哦、伊就歹势讲有够无耻的就对啦。伊就讲这真正唔知要怎甲伊讲，搁甲伊讲遐唔是用求的求会来的。哦，人若无迄个福报，你是求袂来的，就对啦。所以吼、哦，伊讲话讲，我甲听听的吼，啊，要求因囝事业兴旺，要求因迄孙着爱有贵人来下，有安怎样？伊讲哦，囝婿、祖囝，大家拢讲着。啊，若安尼，我甲算算的吼、哦，3000万做袂起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嘛会当对这个。吼、哦，虽然讲唔是伫咱道中，但是人伊嘛有体会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唔免急。你的福报有炸偌济来，你就会当得着偌济。啊，如果若是敢享用你的福报，就像咱的银行的钱，你敢有嫁人，进前是大人留予你的这，啊，你家己无过安怎过去做福报，啊，这开源就无啦。这开源就无，啊，福报若是用金夹落来啊，这接触是安尼呢，哦，
的就是安尼啦。哦，啊，如果呢，咱若是搁有福报的时阵，你会晓通搁安怎，甲伊做善事，搁增加你的福报。哦，啊，伊是安怎，搁做好咱该做的，再按教师讲的。哦，啊，若安尼，自然无影响，咱的福报就会搁增加。吼、哦，自然。会搁增加，所以伊甲咱讲啦，讲众生若要交菩萨的感应，会当有交流。吼、哦，只要众生的心海如露，请问，如果咱去外口暗时啊，甲伊摆两脚桶的水，一脚桶互伊静静，啊，迄角拄好买，是伫即个静静的一脚桶看会着买，还是你拄仔甲拍迄个另外一脚桶甲拍完咧？对一个看会着过，静静个当看会着过。这意思虽然是真简单，毋过咱拢无去家己体会着讲，其实咱个心海若无浓，就是心无清净。啊，若安尼没有起伏波浪，若安尼个菩萨个话，也着是菩萨，伊个啥，伊个感应，着交咱个会合。咱若咧传电台，咱即了菩萨以前拢有听着收音机嘛吼，收音机，你要听警察电台，你要听倒一个电台，你的频率、你的电台的波感着爱全部有对，有对你搁听，无对搁上上着你搁听，即原理同款安尼，所以咱要交菩萨众生佛的即个频率好会有感应有合。你就一定爱将咱的频率甲调好，交伊会有下。啊，若无的时阵，你一个心乱操操，菩萨伊嘛唔知影你到底是要交伊讲啥，频率袂合嘛，接收袂到啦。求也无效，接收袂到，吼、哦，接收袂到。所以呢，甲咱讲，菩提话讲，吼、哦，就会印在咱的心的内底，这就是讲有感情，接袂到，吼、哦。假使众生的心若是无清净呢，不但袂当显露出这个光明，佛性呢嘛袂现前啊。如果一个人伊是作凶恶的，若安尼当伊咧做歹代志的时阵，请问迄个心是恶魔的心还是佛心？恶魔的心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佛心呢会当点现，啊，若像讲一个是中道。哎，查啦，伊就当去共抢物件、偷物件了尔。结果经过一个大路，啊，看到一个囡仔，伫要叫车撞着，伊随手甲救来。迄个时阵发出来的心是啥物心？佛的心。所以咱这个心，并毋是讲你有来学佛，你就是永远拢是佛的心哦。起心动念嘛拢会啊。所以才甲你讲，一个起心动念，就一个轮回。轮回毋是死了后才去，所以会当保持咱个心无愈平静，你就是愈无徛伫即个轮回内底。因为你个心拢真平静，交佛有啥物问题时阵，交佛菩萨感应会来啦。吼、哦，过来，先咱来甲伊讲，月交水呢，吼、哦，大部分也着是咱甲拄仔互我讲过。讲因为月就是咧意涵着咱个佛菩萨伊个心境，那么吼，迄、哦那个虚灵个交流就对啦。啊，水就是咧讲众生个心波浪，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，真咧想这。有当时啊，咱互我在咧笑讲，烧一个香，啊点三下火打倒尔，一个念头已经走现骨啊，迄个啊个代志出来啊。毋是讲咱真个现象，着一个心拢一直伫个遮讲，我真个现象要开办。有当时啊，徛伫个遐，敢现一座香尔，你个念头吼，毋知人讲话讲像迄孙悟空一拍三千里，毋知拍去到倒去啊。哦，去又倒转来，有当时啊想去到国外，想去到台北，阮囡仔遐有无？所以吼，甲家讲呾，讲如果若是佛教菩萨。你交即个众生的心会当做交流，一定爱有清净的心，哦，一定爱有清净的心。啊，若无你看到鬼是看袂到，咱刚拄有讲过，哦。过来呢，众生有善根，感动之机缘，佛应而来。
啊，拄仔我甲拄仔讲的，已经包括地震啊。感应，感应，这个感呢，也是咧讲啥？
哦。那么呢，这个根，哦，也就是咱刚才讲咱的灵性的根本。本来咱的灵性是根得得依足上落来，那么佛法呢，在这内底吸到一种足不可思议的上品，互咱看一下。哇！这不是咱佛法作假哦，咱佛法是电脑是白痴。但是呢，咱佛法呢，竟然是在吸精灵这种相片，把咱照出来，不在心中做，不在心中，活在心中做。我一直解对，一直解对，对无啥呢？去心大心的下，人嘛无穿迄个衫也是到安尼啊，完全没有哎、欸。嗯。哦。所以是在翕这张，结果把咱照这张。嗯。哦，因为迄个时阵，佛法一直在看咱释迦牟尼佛成道的过程，伫遐咧体悟伊所讲的一挂代志。结果吼，尾啊把咱照出来这张，佛法就改称为叫做啥？活在心中中。每一个人心中拢有咱的自性佛。外口这个是啥？假体，会知咱个江苏敢是甲咱感觉足清楚好嘛？惊一个呢，会知吼，伊讲迄个讲题，咱两工前个时阵吼，咱迄个领人甲咱通知候选讲，即礼拜叫咱候选做候选做副职讲师，我一直拢以为家己是迄个做啥超职，所以咱学校拢无准备物件。等下伊看到咱无来的时阵，我讲哈是哦，哦，啊所以呢，何况呢，就从这个我来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其实这个物件有当时啊很玄，你一定要的时候要不到，你不要的时候有当时啊，类似你心肝内拄啊有咧想啥，还是迄落个自然拄啊在点点出来。所以呢，我来知影讲。活在心中做，既然咱已经拢知影，啊道也得着。透过名师甲咱讲，啊道就是伫你个身躯，你个身躯内底有一身自性佛，好好啊，甲伊把握好好势，自然就安怎，就有法度通好，行到圆满，吼、哦，行到圆满。那么呢，好、哦，再来，咱来看，最近。是安怎天灾地变，结束遮尔济，咱大家拢知，拢知影哦。伊讲国民不满的心，会感召着啥地震。所以呢，我较有看一本册，伊讲伫咱这个宇宙的当中，拢总是有一股的能量。但是咱一般的人，咱真拢咧推广啥正能量，拢讲卖一口负能量。但是这个正能量吼，咱的这个宇宙有足侪能量，你心肝内所发出来，如果是正面积极的，伊就会去调节正向的能，诶，这个能量。本来吼，你讲人伊这个能量，安尼，伫这虚空当中，这。正能量是彩色的 哦， 哦，所以呢，你若是由你的心内所发端出来，拢是正面积极好的事、善缘、善事，那安尼，你就会来交接到，这时间久就会愈加愈大，你敢知？因为你的正能量发端出来，会去交宇宙当中的这个能量去结合。如果你所发端出来，那是拢是负的，拢歹的，会念头的。那安尼就会变啥？就会像这个安尼，灰色，不是光面的，会彩色的哦。所以我还是无用互恁看尔，伫这个内底吼，有足侪迄个啥科技，人已经吼太空情绪吼。太空情绪已经拢去甲咱安那，伫因天顶宇宙的当中拢去甲咱
清楚这物件出来，是咱无去咧家己追求这物件。哦，所以呢，也就是甲伊讲呐，讲这物件伫虚空当中，咱如果那是挖出的是好的，那就去结合好的；你挖出的不好的，那就去结合不好的。天气宇宙的变化会这么大，就是天灾的人，都是贪嗔痴负面的这么多，所以一世界才有这么多灾劫。如果这个正能量啊，这个能量体，哪是都偏向正的，那安尼伊就有法度同伊回归正道去运转。啊，若无的话，负的下来，迄个各方拢总是有问题，念咩啊在咧内乱，念咩啊在咧安怎样，一世界拢总有。所以呢，如果若是安尼的话，那么吼，咱较拄啊看到这个啥，不平不满的心的时阵，伊就是引起地动。啊，若是啥呢？贪婪。就是会焦急，贪婪就是讲，坐咧阁愈坐，吼，的心伊就会感召着水灾，一世界雨若落要到底，落袂煞，以前都毋捌安尼，啊，即摆再变落一个雨就落到安尼，人讲话都着要沉去，吼，我早迄老人讲讲吼，落到着要沉底，就是咧讲安尼，吼，啊，因为即个人贪的有够侪啊。贪的有够多，不是只贪钱尔，贪名、贪权、贪俗，足多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也就是会感召着水水灾。勤奋的心呢，感召着这个火灾。所以迄伫咧国外的迄森林，你看多壮丽，迄树林倒偌久啊，就袂凉。所以呢，这也就是甲伊讲啥呢？吼、哦。啊，无知的心就会感召菩萨，所以真呢，这贪嗔痴不平不满的心，伫宇宙内底，伫咱这全世界内底，所以先吼、哦，每一个国家拢总有安那有这物件，大家个心内底拢总有这物件，所以咱是要互咱的这心内的这物件愈来愈少，才有法度通去维持咱安那咱的地方，咱讲话讲风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啊！啊，那无就很难，就很难哦。就会一世界遐啊，一个凊彩人讲话讲落一个风尔，就发生一挂这么大的结束，这么大的代志，就会很多哦。所以呢，这也就是在甲伊讲，贪嗔痴这物件尽量会当放的，当家放下，尽量家放下哦。啊，就甲伊讲做讲，即过去都毋是我的，是我经过一番的努力，较走来我遮，啊，即摆要叫叫无去，啊，安尼就归无我来尔，我也无损失啥物啊，回复到原来而已，吼、哦，归复到我来尔。如果呢，哪会当安尼想，我们自然就会怎么样，心肝内就会较宽阔，就会无得怨恨，就无有迄不平不满的。请问领袖，咱午后的时间是到4:45吗？哦，啊，那安尼时间到，非常的抱歉，非常的感谢，哦，感谢上天主庇，感谢咱定安师父前人，哦，前人带来的提观，我咱午后今天有这机会，伫个遮参参杂杂，哦，来叫咱各位前人来遮大家做一个面对，哦，那么呢，如果有讲了言不达意，哦，还是无下咱听。哦，希望咱咧注意今年来着，会当准备哦，会当甲咱做一个开始哦。那么感谢咱各位前前大德，各位老菩萨哦，啊，希望咱大家会当发起充满哦，谢谢感恩。